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。许多年以来，我一直都在逃避你，不敢面对你多情的告白。今天，我终于鼓起勇气向你表达。一封信要迟来多少天，两颗心要承受多少痛苦的煎熬，才能够彼此完全明了。你应该会明白我的好，虽然深切的关怀，为什么你还不能明白？不愿放弃你的爱，这是我长久的期待。不能保留你的爱，那是对他我知道一切都太迟了，明天你就要带着他参加结婚礼了。我谢谢他，同时也给你我最深的祝福。你应该会明白我的好，虽然深切的关怀，为什么？